我们还有最后一轮，最后一轮请注意，只有第一名才有机会抽球，只有第一名。游戏规则呢非常简单，就是拧毛巾。本轮呢每队派出一名队员接力拧毛巾，看谁能拧出最后一滴水，拧不出水的人淘汰，直至剩下一个人。我们必须得拿第一啊，这个。对啊，你这压力太大了。对，必须拿第一。旭哥，这轮就拧毛巾那个你上吧，这么多年的健身就是在这个游戏了。拧毛巾你上吧，是吧，你累死了，每一轮都有。请每队派出一位上场。好，陈新旭代表的是一定队，谭健次代表的是谭谭 B 同心队。上，队长。萧寒代表的是他本人队。三位石头剪刀布决定先后顺序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大哥先。大哥第一个，新旭第二，严正旭第三个，就开始吧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OK， 好。先省点力气，省点力气。好的，要擦一下手。一来就马上好，仿佛要结束了。好，第二位。哦，很聪明，先拧一点。哎呦，哇、哦！旭哥一下子把水拧完了。哎，没有了，这就干了，就没了。旭哥你，哎，旭哥你找点边来拧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接下来肯定是拼手劲儿的时候了，来吧。大哥每次都要先找一个角度，哇、哦。哦，好，还这么多、啊，旭哥，旭哥，吐点口水在手上。哦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，好多水。哇，你们的手劲是有多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拧到这个试纸上面，只要滴出来我们就算。对，一滴就行。一滴，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哎呀，我不敢看了。游戏正式开始。怎么会这么无聊又有趣啊？哦，还有这么多？怎么还有那么多？牛！太狠了，谭健次，健次健次，教一下我们队长。就是疯，就啊！感觉到我们这里有点难了啊！哇，现在压力有点大了。新旭加油！这样拧的话，我估计有点难，哥。这个毛巾最后不会冒烟吧？干到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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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有有有有来了，来了！哇！哎呦！还有！啊！老哥，你也太淡定了，我觉得太淡定了。加油！有哇！开始了，认真了，开始认真了。加油！旭哥找那种边儿上，出来！哦，有有。哦，原来刚刚陈旭哥只是还没发力呢，才开始发力，他才开始，前面都是在铺垫我。没事没事，感觉现在男人的胜负欲已经上来了。有有看到了，这么大一滴，他都没想到会有一滴。你那后面不会都是他们手上的血吧？干的都拿手了。学会放弃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放弃啊。这个挤太小了，这个你麻烦。出来了，出来！有！哎呦我！哇！我刚才已经准备宣布杰瑞下班了，结果大哥惊不惊？大哥，加油，大哥，加油！
在运功。弹剑刺肯定有，他这个太吓人了。加油加油、哎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大哥的青筋都爆起来了。没了没了，集中一点集中一点。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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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，只能拧拧一下。大哥你放过那块毛巾。没水了弹剑刺。好，下面到心绪，如果心绪也没有拧出来，那获胜的就是言承旭。是的，心绪加油。如果这次拧出来了，那承旭哥将会非常的难拧，真的。哇哇哇哇！好，言承旭。还有水，拧长一点。手都红了。徐哥加油！我都听到那个毛巾的声音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了，好像。没了，应该是没了。我们最后再试一次，好，就这一次，救他，救他，毛巾。过来了这里，过来了这里。没有了，好，祝贺陈旭旭，恭喜！我们也把掌声给我们的言承旭和谭剑刺，太酷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酷了！我摸一下，好干啊，完全是一条干毛巾，完全是条干毛巾了，这真是一点水分都没有了。恭喜我们的一定队获得了胜利，你们抽着玩都不亏的，对，这次可以上去。端端呢，请上。好，心绪要选择的是，我选五。五，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角色是五个性格，所以我选五。哦，酷。哦，好，来，我相信他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哇，又加两分，加两分，还继续吗？见好就收吧，是吧？我们团队的优良传统。好，不白来，我这是坐享其成。你好。